高举布条，大声抗议桃园航空城拆迁案再现波澜。原始住户急得声泪俱下，就是不满拆迁征收后恐怕落得无家可归。号称史上最大土地征收案的桃园航空城计划，四月才通过审议，预计2025年可以完工。偏偏展开协议架构作业后，争议不断。政府变变一个步骤停电，咱桃园才十一点外，十一点多新北市弄十五点，要差哪差几？不满评点补偿过低，再加上桃园市府原先承诺先建后拆，还有安置住宅配套都没下文，自然让居民质疑权益受损。因为优先搬迁范围内总共有347户，但目前为止仅有芦竹二号社会住宅400多户，明年6月份才可入住。那我们在这段时间新建的1200户，这个社会住宅已经发包。那在这3年期间，我们会以安置为优先。那市府新建了这个3个基地的社会这个安置住宅。市长郑文灿强调，桃园航空城计划补偿措施已经是最优方案。若是以评点后的地上物拆迁补偿500万元为例，加上各项补助津贴、奖励金后，居民大约可领回1000万元。目前我们用的这个优惠方案，大概有超过10个以上，都是过去没有采用过的，所以可以加码加成。那我们分配的这个土地，这个建地1坪配1坪，农地100坪可以换41坪的建地，基本上都足以重建。那最小建筑的面积都会超过30坪以上。桃园航空城计划才将进入协议架构阶段，显然要让当地居民安心放心，也只能持续沟通。环宇新闻陈明彦、黄培涵，桃园报道。